tōne nyebe jāna pāngjē gēgā nācī bālā chūpā sībē tōlē jōvā jōvā jō kāma bājī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觉照您的佛性般若，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乐务教研集》。检视自己，我们必须一再地检视自己，例如看看是否有包含嗔恨在内的心理真相等，有的话应加以对治，这是保持我们内心健康和快乐的最好方法。
管理嗔恨。当我们学会管理自己的嗔恨，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少涉入冲突当中。就算冲突真的发生时，我们对自己和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肯定也会相对上减少。正法不在经典文字当中，而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正法即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清净良善的本质。随喜，随喜就是当我们见到或听到关于任何善行时，心中自然产生快乐与欢喜。放下自我，不肯放下自我，却说奉献身口意给上师，是没有意义的。
要懂得感恩，对生活中使用的、经验的任何事物，都要带着知足的心去感受，如此就容易获得幸福。由于我们的迷惑太重，总是颠倒正确的取舍之道，心中虽然想要得到快乐，然而得到的却是痛苦。光明总是想着黑暗的时候，那么看到的就只有黑暗。然而，别忘了还有光明面的存在。所以各位，如果痛苦产生的时候，就放下它。在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想的是光明的一面，是我们福德的一面，是我们善心的那一面，这是我们要开展的修持。
只要你的心放在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上面，就不算浪费生命。例如刷牙洗脸这样简单的事情，只要你把心放在上面，就是有意义的。但我们的心和正在做的事经常是分离的，身在心不在，人生就会没意义，那才是真正的浪费。欢喜心，我们良善的身与意行为会使人欢喜，令人生起信心。当他人看见的时候会感到欢喜。一般不信佛法或诽谤佛法的人与天，或是非人非天、夜叉、罗刹、魔鬼等，当他们看到你的温和与柔软的行为时，他们的内心自然而然会产生起信心与欢喜心。勇气，现在这个世界太乱了，无论我们是年纪小还是能力不足，都需要有勇气，因为这个世界不会施舍给我们什么，所以我们需要更坚强一点。
当内外因缘异动而带来某种的改变时，我们必须能够随顺因缘，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就是去随顺它。若能做到这点，我们的心会比较能够放松，我们会比较宽容。随因缘走，我们的心就会舒坦开阔，就会有一个快乐满足的人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旗舰49日药师法会，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恭请湛信法师主法。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一律采直播方式共沐佛恩。欢迎加入分会赖群组，可登记病苦者每日法会后皆会回向。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中山书坊陈真义工，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地点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印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心香，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接下来，请收看《佛学问答》。发菩提心与发心有何不同？发菩提心是指令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我愿修一切法门来利益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成佛道，这是发菩提心。那发心是指的我愿意帮助某一件单一的事件啊，这个饭菜没吃完，我发心把它吃完啊，这个东西没人做啊，我发心把它做，做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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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的发心就完成了。所以发心不必然是道的菩提心这么大，但是基本上发心都具有助人、协助他人、协助道场，或者让自己做一份对外的服务的这种概念，这样懂吗？这叫发心哦，它就不叫发菩提心。修行当中常常会忘于初发心，如何让自己常常保持初发心？初发心哈、哦。有好多个层次，你刚才出发心可能为自立，可能为了做好的出家人什么的，或者做一个出家或者什么样，不管你这个出家，你必须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小小的文章、小小的日记跟自己对话，这是可以的。刚刚讲你找别人对话，不要，你找自己对话。对话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记得出发心是什么，
你必须重新反刍一遍，我来这里的原因是什么？那现在有没有在这个原因上面继续往前走？想听懂意思吗？这是最好的方法。好，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说，你必须清晰的明白出发心对你的生命有多重要。我坦白讲，就是它应该是拿生命去换的，也就是说，出发心不成就，你的生命都可以消失也没关系。出发心应该是要建立到这么强大跟有价值。如果出发心只是简简单单说，我来读个佛学院，以后毕业了好当住持。如果是这种出发心的话，那你很容易就说，那我也可以不用读到毕业就可以做住持，或者是现在我就可以离开，反而更好做住持，你就变这样了。所以这将会一事无成。所以出发心，佛门里有讲的出发心是指的出发菩提心，有自利利他的心，你应该是为这个目的而来。如果还没想清楚的，你也尽量朝这个方向去建构，这个时候是为自利也为利他，甚至更重要是为利他而所以去自利，利他摆前面，自利摆后面，为利他而求自利，不是为自利而去利他，这样了解意思吗？这样就是菩提心，你的出发心应该是这个。那有或没有，我们有个课程叫做菩提心修要，那真的要听，要听两遍到三遍，你才会如油入面哦。要这样做，所以出发心是哦，对，要发哪一种心才是出发心？那它要真正掷地有声的，那就是菩提心。再来就出发心要透过你自己跟自己对话，要常常检视你的心念。第三，遇到烦恼要对应你的出发心，你说值不值得？它跟你的出发心有什么关系？你比如说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是你的利益众生，是你的出发心。现在正有一个人来闹你。那不就是在训练你的出发心吗？因为他来闹你，那你忍辱得下来，那就修六度了嘛，就比如这意思啊。再来，学院是否可安排助于学生学习的参访？可以，但不是这个时候，现在还不是参方演的时候。你没有参方演，没有参方演是什么状况呢？我师父跟我讲一件事情很好笑，他说我师父呢在清凉寺的时候刚创立啊，刚创立的时候，像有些人呢，就出去外面去参学，其实他出家没三年没两年的，他就出去之后呢，哦，有人念佛快，有人念佛慢，有人打地中拿得高，有人打地中拿得低，有人念四句循环的佛号，有人念五句佛号的四五句佛循环的佛号的，有人有拜佛，有人没拜佛。哇，那个哎，某甲回来跟我师父说，哎，我们清凉寺要这样弄，这样。某乙回来说，哎，我们清凉寺要这样做呢，这样，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每个人都说我看到了最好，其实不是这样。要去参学，要真正有助的话，古德有讲，参方必须有参方言。很多人那不叫参方，那叫什么？那叫放逸游历。他只是到处游玩而已。然后呢，到了人家道场当中，他懂得掩藏自己，懂得跟人家讲道话，道上的话，修道话。他完全无心在道，可是懂得跟人家用道话来互相怎么样，涂墙壁。互相掩饰，互相的装点禅相，那就变成怎样呢？在你什么状况，上殿要装怎样，下殿要怎样，跟方丈要怎么个应付法，跟知客怎么应付法，跟这种性格怎么应付，跟那种性格怎么应付，然后没事儿的时候我要怎么自得其乐。很多人去大陆去做禅堂，回来的时候他讲的是一部什么呢？一部这个什么普洱茶经，佛说普洱茶经，你懂意思吗？他去参普洱茶，他不是去参修道的，这样了解意思吗？啊，油条倒不行，你跟他讲什么，他说啊，这我知道，那个谁我认识，了解吗？是这样，就那叫油条，那不叫禅学啊。就只有两种，一种就是傻乎乎的，不好的当好，不对的当对，回来呢就跟这个当家的跟方丈和尚说，哎，人家哪里不是很好吗？人家这样做，人家那样做，人家那样做，那根本就是歪七扭八的做法，他也觉得很好，因为他不懂，
那第二种就是参学，人家那样也可以啊，我回来也可以这样啊，就油条化了。参方是为道，你得在懂得道在你心中滚动，你才会有道眼看到可参的对象，不然只是奔波攀援而已啦。最后你毕了业说啊、哦，那里我认识，就这样而已，对你不但没帮助，而且还有逆向的这种状态、哦、因为它不一定是对的，这样懂意思吗、哦、是这样子。所以说参方是需要一点智慧，基本上呢参方在二年级之后才比较有能力一点，当然呢也可以师长来自己看一看，这是可以考虑的、哦、那么就教务长你自己说注意一下，这个是可以。那当南普陀当年因为男人出家人当时四五十个人在那里，整个学习憋在那，要让他们离开常原来的境界，去外面走一走啊，走一走不一定叫参方，去游历啊、游山玩水看风景一下，这不是不可以的，这叫做换环境学习，可以。那这个做法上呢，我也可以给我们教务长一个建议，就是说由给学院呢给时间段，比如说某年某月到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一般来讲三天两夜或者是四天三夜应该是中庸的做法。好，我们初期都是三天两夜，那后来可以做到四天三夜，跟毕业旅行不同。好，那么我们去哪里，当然可以去寺院走走，也可以去风景区看看，更重要的是同学共同来成就这个计划，包括怎么住怎么吃，去哪里吃素，去哪里挂单，借宿人家的道场可以省钱，可以的，这是可以的。这个就不叫参访，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这个游历啊，这叫做什么呢，亲近自然，或者是去，当你要冥想讲的参访也可以，但这个参访跟我刚刚讲那个参访是不同的，这只是换环境调理身心，这样懂吗？不是就要去学人家什么、哦、就不是去学人家什么，是换个环境认识，结合与法缘，这可以，这是可以、哦、你比如说啦，你甚至还可以怎么做，比如说万佛寺在打佛七，那你不一定来到成天，你可能等一下要去圆光，明天要去圆光，第一天你安排在万佛寺半天打佛七也可以，那你是经历一下这样，那你就离开了也可以的。好啊，到哪里去哦，就什么日月潭哦，就听说日月潭整理得很庄严呢，那我们去看一下，哇，我们去爬玉山也可以，这个都不是不可以，就是这叫做动，在外面的环境里动，它就可以参与道场的住宿活动，外加参观大自然，舒坦身心，这摆明的就是一个调理的动作，可以的，可以的。好，那希望那个什么呢，住持和尚你要能够拨一点经费帮助一下啊，是这样啊，当然也可以让居士发心，不够再有常住补贴。好，那我们如果住人家寺院道场，可以省一点，但是也是要补贴人家一点，这可以，三天两夜可以啊，由同学自己去安排，让同学在这件事情上互相学习。以前的南普陀我们都这样做啊、哦。请问院长是否能安排校外参学啊？你刚刚已经讲了，是可以的，吸收天地日月精华，干嘛，你要练经是吧，还是怎样，你是要练素经还是要练什么经，吸收日月精华，哇，当然啦，在天地之间晒一晒太阳，闻闻那个不同的空气味道、哦、眼见不同的景象、哦、舒坦身心，彰显这个开阔心量，这是可能的、哦、但吸收日月精华，那这就像他练经了，你应该在山洞里，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就不是啊，不是这么讲的啊，还能够吸收无量善知识的正能量，你是情况是怎样，你是吸经大法还是什么法，你这个是这样子的啦，对，也可以说做一个小参访，请他做个小开示，这也不是不可以
好，这也不是可以。但是问题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佛学院是有目标、有方向的。那么有时候有些长老，他的方向不一定是我们的方向。那么七讲八讲呢？那我们又尊重他是长老，他讲一讲又不是我们的方向。比如说有一些长老，他讲成说啊，心平焉用持戒啊，你们这个听说你们悟光经是哇，还守八敬法呢，八敬法退时了啦，糟了，你去请他开示，他讲成这样，那你下面要怎么教呢？老师要怎么教呢？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些就要小心，好，懂意思吗？这要很选择，这点一定要多打听才可以。越到后段，它的危险性越低，越初期危险性越高，因为同学心念还不稳固，所以这个与其这样，不如呢去日月潭走一走啊，去哪里看看看你的所谓吸收日月精华，还好过去吸收这个很错的东西，这样知道吗？啊，所以这个呢是属于那这一部分，所以善知识有时候不一定容易求得到，再来都是善知识也不一定顺学院的教学风格跟中风啊，它也可以叫做善知识啊，这样你听懂意思吗？哦，所以说我想这个呢就要小心了，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啊。请问师父啊，让不相信鬼神的人对因果跟极乐世界产生信心啊，是否善巧方便啊，易懂简洁的描述，或者例子能够升起欢喜啊，能够接受？不相信鬼神的人呢，还有呢，对因果啦，不相信鬼神对因果跟极乐世界产生信心，他不相信鬼神对于因果极乐世界不容易相信，这确实啦。但是因果容易相信，因果的话用科学因果就可以知道，你比如说几磅的水打出去就会跑多远啊，多大的力量丢出去球要多丢远，越大的力量就跑越远，如是因就一定如是果，只是说这个如是因如是果他不认为说一定发生在人的身上，那怎么不会呢？你看看杀人放火就会被抓去关，乃至于你对人家你一个男子如果说是抢女人的身体或者是侵犯女人身体，他的家人就准备你被抓到准备打你，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就是因果报应啊，这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这点容易理解，极乐世界不是比较不容易理解，确实是。那你就要用一个什么概念？用一种所谓的学校的概念去跟他讲，也就是说，当然他得要先相信有轮回，死后有世界，啊，死后有世界，你要跟他这样讲，念头的相续就是死后有世界的最大证明。你想想，我们哪时候没有念头，对不对？什么时候都有念头啊？前念都追逐，后念都追逐一个前念，我们的这一念是因为前一个念存在而变成下一个念，下一个念又产生再第三个念头的前一个念，都是念念相扣的。我们乃至于在睡觉的时候也是有念头的，会做梦，会有自知我在睡等等这一类的，所以我们的念头从来不停止，叫做戒而有心，一念一刹那一刹那都是有心的，心就是念头，种种的分辨心。那请问哈，在一样的时空之下，念头从生到死只是肉体的不存在，并不是等于什么你的念头不发生。怎么说呢？你看看我是近视眼，近视眼的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戴眼镜睡觉？你们有近视人晚上睡觉有戴眼镜吗？没有。可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会看得到清楚吗？没戴眼镜耶，是不是要醒过来再戴眼镜再继续睡，梦中才看得清楚，是吗？是吗？你们戴眼镜的跟我一样的，你们晚上做梦要戴眼镜吗？不用。可见看东西是用心在看，不是眼这个浮尘根在看，你梦中一样可以看。换句话，一个人要死就是从生到入梦这个状态，他其实他的心眼还在看，他不是这个肉眼在看。换句话说，那个什么，那个我想活着的念头从来没停过啊，肉体不作用了，他那个我想停的念头是嘴巴不能说，眼睛不能看，手不能动，但心还在我想活着，这就是轮回的原因。肉体坏了我还想活，那怎么办？投胎啊，换个新身体啊，这样听懂意思吗？这就是一个比喻，先让他知道有轮回。有了轮回之后说，那轮回是顺什么东西轮回？两类，医院跟医业，最主要是这两样。
业就是说，哎，你上个念头怎样，你下个念头就跟着要怎样。你如果老想着要吃素食牛肉面，等一下你出去的时候呢，开车就会请人家说载我去素食面摊，我要去吃素食牛肉面。但是如果你想着要赶快回去看你的收你的一封重要的信的话，那你就会急着回去。都是行为会随着你一个重要的念头而转变。什么叫做随业？就是你没有特别一个有愿心要去的地方。那这样的话，所有大数法则，你的前面那个念头最强的是什么，就带你去了。强者先迁。可是呢，如果不是这样，你用一个更强的创造出来的愿力，说我要去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那念头跟他相应。那你就会去极乐世界，所以就用念头来相应。所以极乐世界怎么会产生，也是念头。你看看台湾天生就有个台大，有个清大，有个成大，当然不是啊，是有人从一个所谓的什么什么台南工学院慢慢转成台南最大的一个叫成功大学，他最近还在收编什么什么为成功大学。所以那都是由念头而渐渐成为现实的具体存在。什么东西都是从念头来，要建设这个也先要有个念头，说我要建设才会有东西啊。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有念头，他念头是要利益一切众生，所以才建立的。像这样你就告诉他极乐世界是怎么个存在，以及投胎要随愿而去的原因。如果父亲对自己的信仰不赞同，认为自己是迷信被洗脑，但弟子希望父亲也能学佛，以前为了避免冲突都不会讨论佛法的事情，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父亲就一直不能学了嘛。对，你不要用谈的，你用做的。你比如说啦，你刚刚不是说你做定课吗？那就你现在看看你爸爸你妈妈或什么样，比如说啦，一直了钱啦，生病啦，哪里不顺啦，那你就跟他讲说，我、哦、爸爸或、哦、爸爸，那你最近这个事情都怎么样，我、哦、这样哦，这样子啊，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我帮你求佛菩萨？那不用，不用，哎，有求我要不要跟你拿钱，我帮你求，我跟你讲我做什么功课，我就诵经，我帮你求，你看怎么样，你就这样讲。那他一定最后就说，反正也不是用他，不用他花钱嘛，他也不用被配什么。然后我说，这是用心力，一种善心嘛，我帮你祈祷嘛，你让他知道，那就努力的祈祷，一直回向，回向，他一定有感触。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求佛菩萨，求菩萨说，我爸爸不学佛，我妈妈不学佛，请我给他感应。啊，那我现在多多少功德，送多少的经，我回向给他，用这种方法。不要用论断的，你懂吗？因为他会，你永远是他的儿女，他会怎么样？他会觉得说输你的没面子，说赢你的也没有比较高，所以他不想跟你论断，不想跟你辩论啊、哦，是这样。那就要用做的，用回向，给他知或不给他知都可以，你要这样做。那再来，你的行为要更像的佛弟子。什么是佛弟子啊？慈悲跟智慧，不生烦恼。甚至能够帮他们听烦恼，帮他们解析烦恼。像我跟我母亲就是这样，我母亲常常因为妯娌的问题啊，你知道吗？女人家嘛，乡下嘛，就是妯娌的问题啊，看不惯啊，怎样怎样，我都会聆听，聆听完了，我再跟他解释聊天。我没有要他一定听我的，我只是说聊给他觉得舒坦，然后就拍拍他肩膀。我没有说你要照我的，我甚至没有叫他说你要念多少句佛号，我只是说妈咪，念佛不坏。我都叫我母亲叫妈咪，妈咪念佛为外，无你念观音菩萨，你念来念来，你就会改改变改变了。不要紧啊，我买菜替你念吗？我也可以替你念呢、啊。哎、欸，他会发现说剖析道理，哎、欸，他这个儿子很行。然后呢，他居然还帮我修，哎、欸，那好了，我虽然是不信，但也不要再骂人家，人家这么好的人，学佛起来这小孩子变这么乖，那还我还什么好说的？用这种方法。那种方法，能够吸纳他的烦恼，能够帮他消解他的烦恼，愿意聆听他的烦恼，甚至愿意有具体的做法帮他回向祈祷转化烦恼，你说他要不要改变？他就自然改，不是用论理的，用让他感受。
杀生有多病短命的果报，那么六灾日旺季时间呢，岂此超过过午的时间的果报是什么？忏悔后有恶报吗？要受吗？不会，你忏悔，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就是犯灾体，犯灾体，灾以过午不食为灾，过不是什么叫灾？灾就清净，也就是它确实有不清净。可是呢，因为你只是一坐食，在社会上工作，一坐食就一坐食，就是说我虽然过了中午，但是我就是只吃中午完这一餐，早餐这样可以吃 ，OK。但是我的大餐是中午，我中午吃完我就不会再吃了。那这样子呢，你因为工作或什么原因而要吃过了午，因为你是世俗人嘛，那么这样子呢，你求忏悔就可以。那并不失你的斋体，何以故？你还是意念着我要清净，守六斋日，这样同意是吗？好，那这个要做，那也还是有做过失，没有错啊。我们也会有过失啊。我今天上午不讲吗？我要去陪那个立法委员会怎么样？晚上吃个什么东西的，好好跟他谈事情。那我还是得忏悔啊。你不是说没有忏悔啊？那忏悔得清净，好，因为这是小罪，基本上你要意念那个戒体。基本就没有问题，你不能放逸啊，随便吃。请问院长，师长一直叮咛不要多攀缘，你看，可是常住师父有时候会来找我们讲话，弟子礼貌上要回应，当然呢，有时候弟子心也会主动跟常住师父讲话，这算攀缘吗？你觉得不算吗？你就已经自己自成，有时候也会主动了，那你还问我吗？难道还要给我一个官方认证说你不攀缘？错，我现在就给你认证，你是在攀缘，不然主动的两个字就不会发生。你不用担心说礼貌上怎么样不好应付，南普陀曾经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傅学总是感觉清新，总是给人感觉比较规格化啊，比较有朝气，佛学永远是给人一种感觉的。那因此呢，有人要沾染你们的朝气，那有人呢是怎样？有人只是烦恼要找一个人聊天，但是呢他在常住里头大家已经都不想跟他聊天了，他只好另辟什么呢？另辟对象。那可怜的佛学院同学，因为在佛学院的保护壳内，并不了解这个人的什么呢长短好坏，那一下子就被蒙蔽了，然后他就找到了一个可聊天对象，倾诉垃圾。我常常讲，聊天除非就增加垃圾。禅公和尚啊，不禅公，海公哦，海公跟我讲，不要在常住有弄那个喝茶的。我说为什么？喝茶永远就是谈是非。喝咖啡聊是非，现在是喝茶就说是非，所以他不主张喝茶。他说他看多了，你看七八岁的老人，他就跟我这样讲。所以呢，你这算是攀缘。至于说人家主动来跟你讲话，你说你也为了礼貌而要所回应，我看这恐怕不只是回应，是看这样子呢，你已经是投入。那这种状况你就自己要知道哈，所以呢，你完全是避重就轻在问我这些事情。那我个人的感觉是说，礼貌的回应你其实很明白的啊、哦，比如说这样啊，阿弥陀，是是是啊，师父，那还有事吗？啊，我可能要去打板了啊，是是是是啊，我今天轮到值日生啊，是是是啊，那个我上个厕所啊，阿弥陀佛，这样就好了、啊。就是有困难吗？多困难，这事情你完全可以做的，而且你一定比我还熟悉，你懂吗？所以应付一下对你一定不困难，你们这个年龄的人一定不困难，不要把它形成困境，倒是你的心动了是很容易的。不过可以理解，因为佛学相对比较封闭，比较没有外缘，那我们就在心如平原驿马，驿放难收，那么心缘心中这只老小猴子哈，就是要找乐子。那佛学基本上乐子就是永远就这几个人嘛。你谈来谈去，看那个不惯，看那个不顺，这个人谈不来，那个人谈不过去，那这个老师也不能谈，然后大家准备功课，你没什么好对象谈。哎，刚好来了一个知音，那个人从什么呢？从常住那飘过来，你们当然就想一拍即合，啊。
吐露心声，这很可能是这样。所以记得，这就是你看看，你看看一个一个隐藏着魔，现出另外一个样子来了。你要记得，你在这里两年，或者是四前后六年，或者再加三年变九年，哦，叫做二四三字的这样子呢，其实是很宝贵、很宝贵的。你不必要因为怕攀缘而得罪人，你应付两句，你说啊，对不起啊，我刚好有事，这种话你要常常练习，在厕所里就练习好，然后出来的时候你就很好讲清楚，你懂意思吗？你可以很容易的就这样讲哦。那个是很难的。一般来讲的话，那个无声，你是念无声是没有声音的声，还是没有生灭的声啊？那个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那个是一种四依心状态，还不到理依心呢，但是至少是四依心状态。四依状态就在四相上面，能念的心呢，也不太找得到，不太在意的，那个自觉感就没有了。那但是佛号呢，朗朗现前，不需要动念，它就像那个有一根生产线一样，一直跳出来，一直跳出来，一直跳出来。这就是先四依心不乱。在四依心不乱之前，你必须要先到功夫成片的状态。什么是功夫成片呢？就是要动念头去念，但是这个念头不用太用力。那念头起来的时候呢，万缘俱寂，寂念的寂，就是坐也不成坐，念也不像。躺也不像躺，见也不像见，那感觉见有在见东西，但不会作意，心里很平稳，但是要稍稍作意去念。那有佛号声在耳朵，也知道自己在听啊，也知道最近嘴巴起来，这个时候就是功夫成片的状态。功夫成片的状态当中，继续保持这个状态，那么开始就要有一点理观了。理观的意思就是知道说能念的心其实与诸佛无二无别。那么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作意念，作意念，我与诸佛无二无别，理论上说他应该自己与佛法佛号相应才对。这个时候就放开一下，放开一下，慢慢那个佛号呢，就涌现平衡，没有生灭相在那里，啊，就佛号就留在那里。这个时候呢，不用动念，佛号就自然有。像那个广清老和尚，他去住山回来之后，一个月当中，举手顺目啦，举手投足啦，抬头顺目，举手投足，他都是佛号，念念不断，大概是这个状态。那个是四依心，那个不是跟还不是理依心，那是四依心的状态。